卫生、不安全、不方便、有毒气体、浪费能源。火锅呢，很多人都吃过，但是以上画面当中所涉及到的问题，您注意了吗？那今天呢，我就为那些想开火锅店的朋友们介绍一种既能解决以上的问题，又能给您一个很大惊喜的好帮手。红军牌火锅桌的转盘采用电机驱动，自转的同时可进行随意的手动旋转，最大程度的方便顾客夹菜。人性化的一边翘起式分餐制汤锅，有效避免用餐时病菌的相互传染，为顾客提供最佳用餐角度。锅体镶嵌在桌内，并采用固定式液化气加热，与传统的酒精式火锅和电磁炉火锅相比，不仅大大提高了安全性，它的使用成本也只是传统火锅的十分之一，并且不产生有毒气体，保证顾客用餐的安全。厂家现推出电动转盘10天免费试用活动，亲自体验一下电动转盘所带来的方便。详情请致电8768987、886-6759。